怎样便是一位优秀的潜水员呢？他应该能够完美轻松地控制浮力，保持身体平衡，装备精简，并维持流线型。你并不需要无数次的潜水经验才能体会要领。顶尖中性浮力探险潜水建立在你的 PADI 开放水域潜水员课程基本要领之上。首先要适当配重，针对潜水时穿戴的装备安排所需的配重，学会如何依据潜水消耗的空气量调整配重，以及在水平姿势悬浮时通过预测调整来保持中性浮力。你将微调装备和配重以达到适当的平衡状态。你也得妥善固定装备，不让它松脱，并维持流线姿势，避免装备因为摆荡而脱曳在珊瑚礁上。调整浮力和平衡状态，流线姿势能帮助你节省力气与空气，让潜水过程更加舒适轻松。询问教练是否可将顶尖中性浮力探险潜水纳入进阶开放水域潜水员训练中，教练可决定潜水学分能否认定为 PADI 顶尖中性浮力专长课程与证书所要求的学分。向你的教练了解更多课程信息，或访问 PADI.com.cn。